用阿美族的话来跟所有观众朋友问安，欢迎同一时间锁定我们频道收看最好看的八点整夜报。我是主持人阿洛，阿洛今天呢非常的高兴，因为呢今天呢阿洛要带所有的原住民的朋友一起来学习唱古调。古调教室在八点呢要来开课了，你们知道吗？有一个声音呢，他们是从1996年的时候亚特兰大奥运，然后呢我们在国际当中就有听到来自于台湾阿美族马兰部落的歌声，而这些歌声呢也因为这样子的奥运歌曲开始被全世界所听见，开始台湾呢就被知道了。当然我们很没有忘记的是，这个歌声呢它隐藏在部落，现在呢只有60-70岁的老人家才会唱这些歌，这些歌已经面临失传了。今天呢阿洛真的重金呢邀请了我们所有的贵宾，而且他们已经是国宝级的阿公阿嬷们来到我们的现场，要跟大家一起来上课。首先呢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先生老师呢，今天都坐在我们现场，阿公阿嬷们他就是我们最优良的老师了。第一位欢迎的是马兰部落阿美族的，欢迎李元信阿公。耶、阿公的老婆呢是我们的汪宝莲阿嬷。阿嬷，欢迎我们的丰福明阿公，吴叶芝阿嬷，欢迎郭荣妹阿嬷，杨胜英阿嬷，还有李凤美阿嬷，还有今天我们今天在现场的指导老师，我们欢迎的是高淑娟老师。好，我们今天说是八点怎么能够的古调教室要开学了。我们大家要一起来学古调，因为你们知道吗，当原住民的朋友站在这个台湾这个土地上面，其实我们要引吭高歌，要唱自己的歌，其实我们都觉得古调距我们好遥远，阿公阿嬷到底怎么练会的呢？马上要来请教一下高淑娟老师，先讲一下今天我们要来带来的是所谓的马兰部落
阿美族其实是最特有的唱法，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唱法叫做复音音乐。复音音乐，它的顾名思义是什么呢？就是说在学理上它叫对位，对位，就是专业的叫对位，是这样子。那我们老人家哈，他们二到六个人唱，然后他们会有一个领唱，那其他会有可能高八度，或者是说因着他自己的音域，然后跟着大家一起和，会很协和的结束这样子。然后对位对他们专业的来说，就在编曲就很困难，更何况我们老人家是很自由的对位，自由的对位法很困难的，很困难。因为我们刚才听到那个奥运的那一首歌，就是亚特兰大奥运的那一首歌，对，其实我们常常听，但是每一次哦，我听到不同的老人家唱，他就有不一样的感觉，错，而且那个音高的感觉就会有一些差别。最重要的是这个歌曲一定要有两个人以上才有办法把它表现得很好，这叫做自由的对位，对不 对, 对, 对，其实正确来讲是说有 两个不同的旋律同时进行，对，然后但是不会打架，还会一起结束，还会合得很好这样子，没错，好神奇哦。讲一下在全世界啊，其实像这种对位唱法的民族是非常少的，对，很少，对，老师你自己解读，你觉得复音音乐在阿美族来讲，你觉得它有什么样，为什么会发展成这个这样子的歌曲呢？我的看法是阿美族他是蛮团结合作的民族，然后呢就是大家一起唱的时候就会一起工作嘛，然后大家在唱歌当中呢互相敬歌，可是又不失整体的那种感觉，大家互相配合，互相配合，对，但是呢他又要呈现他自己的特色，然后在敬主有点在追逐，然后大家互相内在的时候再互相较量啊，可是呢外人在看的时候它也是一个很美好的一组音乐，和谐的，里面有稍微较劲，对，有稍微起伏，对，但是基本上他们是要合作的，没错，这个跟我们的民族性有很大的关系哦。怎么那么会有发展出这么有智慧的合唱方式，是的，而且你知道很多的音乐学者到部落里面去听到马兰部落唱这种歌都非常的讶异，对不对？没错，他们怎么样形容呢？他们只是说这个比那个维也纳那边的音乐哈还要超乎他们的想象，哎呦，超乎那个维也纳的技巧很高，哎呦，对，因为基本上很难学，而且也没有谱可以教，最重要阿公的那种发音腔调其实是很难的，阿嬷的也是，没错，因为我们的歌有些老人家唱他不在十二平均分，就是那个微分音，就是说大家看起来好像是听起来好像没有准，可是它就是那个音乐，就是它可能介在咪跟发之间的那个音，那个半音，可是就是要唱到那个半音，对，哎呀，这种很难呢，接近一种神乎其技，没错。我们刚才说这个叫做对位，对不对？是的，也就是阿美族的复音的音乐。我想问一下阿公，问一下我们的福明阿公啊，阿公来讲一下，你小时候在那个部落里面呢，是怎么样的情形学唱歌？因为那时候我在16岁到17岁，16岁到17岁，我都当听到那个老人在唱，我就跑去那边偷听，用偷听的，然后就跟那个老人一起做。所以说慢慢的就后来已经到19、20了，19、20岁，就是我们那个阿美讲叫米八六，要去米八六，解释一下，米八六是阿美族的轮工，对不对？就是要我们要透过一个工作的职场当中大家一起换工，对，就是阿美族很特有的米八六的时候，然后呢米八六的时候就越来越多了那个歌，所以那个老人都每次在田里，我有听到他们老人在唱。阿公不是在田里面一边工作一边唱吗？也有那个工作的歌嘛。哦。每次都听到，就是在那个八六那个地方唱唱，就在那边练。老婆也会唱歌吗？也会。也跟你一起学。对。
这个真的很特有哦。阿美族的夫妻要营造感情跟环境，其实都要一起练唱，是不是老师？就是他们之间的默契，有时候他们有时候要增进感情，有时候就互相对唱，不是用讲的，是用眼睛哈，用声音对唱，就可以看出他们的感情是多浓郁。这首歌待会我们要来唱的这首歌是有背景故事的，而且是曾经在什么时候做水剧的时候唱的歌。因为卑南溪过去呢整个会泛滥台东市，那必须要做水郡，从日据时代就在做水郡。对，那我们阿美族就住在那附近，那必须要疏浚，然后那个水呢又可以农田灌溉，所以我们部落的长者呢他们就会过去，那一边工作的时候就会一边唱歌，然后大家就会一边这样子，其实有时候是不沟通不用讲的，然后用歌声来沟通，慢慢的就这样子消除疲劳之外，还有一个就是表现那时候的工作劳力的歌曲，对不 对, 对？这首歌发生是在大概是在五六十年前的，对不对？这首歌在表示那个时候台东正在做水郡的一个大工程的时候，我们族人从工作当中延伸出来的一首歌。接下来我们要请阿公阿嬷带我们上今天的8点古调第一堂课，我们的这个水郡的工作歌，一起来欣赏。好啊呀，哦啊耶，哦啊，哦啊呀，哦啊呀，哦啊耶，哦啊，哦啊呀，哟，嗨，哦啊呀，哦啊耶，哦呀，喂。Delicious food will imprint the greatest memories of traveling. Food is much more than just what you eat. It's music, it's friendship, it's family, it's just a 文化, it's a 大自然, 生活. You know, all of this is food for the soul. I'm happy to share it with you.教育议题都可以，即日起到101年10月26日截止，详文请上原视网站查询或来电02-2630-1983。Hey yo, what's up? Who is bad girl? This is me. Who is bad girl?
回到八点怎么能够，今天的八点古调教室上课了，耶，上课了。我们要上什么课呢？因为阿美族呢其实是非常用歌声来传唱很多的历史，甚至很多故事，还有生命经验的一个民族。所以呢，在台东的马兰部落呢，留下了这一群我们的国宝级的老师们，他们现在正在传唱一个歌谣，这叫做复音音乐的歌谣。今天要来教大家，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歌曲呢。其实对我们年轻人来讲是非常难，对，但是我们也觉得非常的好听，而且很特别这样子。所以想要问一下。阿公，有年轻人跟你学吗？有没有？阿公说没有吼，没有吼，阿公没有吗？啊，歪就是没有的意思。所以现在年轻人断层的部分其实很严重吗，老师？没错，因为他必须要随时在旁边一对一的教学，才有可能学起来。如果他没有办法用谱来教，也没有办法就是用录音带教，对不对？因为他其实是要现场实境才有办法学。没错。哎呀，所以一定要这样的环境。我们也有尝试在，就是说在学校练教过这样，教过。可是问题是，他们还是要亲自到现场跟老人家这样子学起来的效果会比较好。对，因为老师阿嬷的那种唱腔哦，还有表达那种声音，他其实很难用乐理的东西来记谱，怎么这么难得，对不对？但平常的时候，大家都会在哪里练唱呢？平常的时候，我们会团圆的家练唱，有时候呢就是在新马兰部落啊，有时候就是在我们阿范伊娜的家，这样子。哦，阿范伊娜的家是不是？阿范伊娜讲一下。就是平常你都他们都到你家去唱歌吗？没有吗，阿范伊娜？有吗？到你家唱歌哦？有。啊，你要准备吃的吗？也是要哦。好，我们现在看到镜头的照片哦，就是平常在练唱的时候，这个地点就是在哪里吗？新马兰部落就是大家以前平常练唱的地方，对不对？对。然后，这个地方还蛮宽阔的，大家平常就是有时候在晚上聚会的时间就会一起去练，对不对？就是不定时的，需要默契。这个唱歌需要默契，因为有时候哈，他知道他下一次呼吸是在哪一个落点哈，大家就会这样子一起跟这样。所以他们一定是要长久起来。常常聚会的好朋友，对对哦，这个呢，这个是在什么地方？这是第二个，有一个德国的摄影师是好，然后我们呢刚好就是跳完舞以后啊，他希望说照张相，然后我们就在海滨公园，然后那个是特色，那个动作是一个阿美族最后音乐结束的时候完成的时候的一个动作，对，所以说是跟其他族群不太一样，就是我们阿美族在音节的末端，它会起来，会有一个哈嗨的动作，结束的动作，对不对？对。好，我们来看，就是下一个有出国的一些演出的照片，先来看一下。这个呢，其实是非常早期的，我找到的一张照片。这个是第一代的时候，有没有？没错。他们出国的时候的照片，老师有没有特别讲一下？那时候就是许昌慧他们带的，那我们伊娜也有去嘛，哈，咋个带拉给说，出啊，哦，那现在就是剩下林正凤、林正业老人家，好，那目前部落，那他们现在都身体不适了，所以没有办法出来。对，这个已经是很久以前的那个出国去演出的经验，对不对？对，早期的时候，第一批我们马兰部落的人到国外去做。访视跟交流的时候，对，那这张是什么样的大型表演吗？这就是楚音文化艺术团的年度公演。那我们呢，就是把部落的故事带到舞台上。啊，部落的故事带到舞台上，是不是？所以其实基本上老人家的成员还是比较多的。没错。对，还是有，可是有加入一些年轻人，对不对？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说。年轻人可以跟着老人家发现老人家的好，然后学一些敬老尊贤。对对 对, 对。那这一张是什么呢？这个是在国立史前博物馆演出，演出一个阿美族马哼哼
老人家啊，马亨亨是我们部落的一个领袖，对不对？没错，他为了协调部落的纷争，然后呢，他就挺身而出，所以部落的长辈呢都很乐意的出来演出。哦，这是一个马兰部落非常重要的一个那时候是应该是清朝时期的领袖叫马亨亨，对不对？那这一张哇，这个是团体照了是吗？这个是在海滨。台东的海滨公园，现在已经打掉了，就是保商亭。哦，那时候留念照，对不对？对对，大家的团演，所有的团演这样照。哇，很漂亮的这张阿公。对，那现在阿洛的手上呢，有看到了这个专辑合集，对不对？老师特别讲一下，这个是属于马兰部落的农耕歌谣，对不对？对。而且里面上面写的移动的脚步，移动的岁月。这是一个活的历史课本，对，对，就是我们老人家，你看他们的手都很粗大，他们的脚你看看都是踏在土地上，跟这个土地在一起呼吸，会跟这土地对话，会跟我们周围的种田的时候，他会跟草，会跟自然对话，对，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我们阿美族。他的歌声，他有工作歌谣，有就是环境的各种歌谣，那我就是把农耕歌谣在这一本诠释出来。对啊，我把那个我们阿美族的特色，比如说花边那个男生的裙摆裤片，所以这里面只有我们阿美族，如果自己族群就会看得懂。对，好漂亮哦。而且这个双溪滴呢，里面呢其实收录了全部都是马兰部落很珍贵的农耕歌曲，对不对？其实我们发现大部分有一些很重要的生活的歌曲都是从工作开始，农耕啊，撒就是小米，种小米，除草啊，这些劳力的工作，对不对？那就衍生了阿美族劳力的劳动歌曲，所以这些歌曲都非常非常的经典，对不对？而且里面还有附马兰部落的老人家农耕的时候的照片，所以这真是非常棒的一堂历史音乐课本，非常非常的有趣。这样，那收录在这些歌谣了之后，其实到现在目前为止，我们还是发现说船上的人还是非常的少数，对不对？非常有限。现在目前会唱歌的老人家大概平均年龄都是落在哪里？七十几岁以上。所以是五六十岁，其实唱出来韵味还不足，这样子。所以说他们，我们长辈也很忧心，那他们现在他们工作，白天工作，晚上他们愿意这样子一个礼拜聚在一起，也希望把那个默契唱得更好，然后希望呢他们能够挺身而出，然后小孩子可以看到他们唱很好听的话，可以有机会有兴趣一起学习。有兴趣要一起学，对不对？胡龙美阿妈来讲一下，就是你从以前唱歌到现在啊，然后年轻人都不会唱这个歌，你觉得原因是什么？很难吗？老人哦，他们集中在一起喝酒，他们都要唱歌哦，有一瓶米酒，坐在放在前面，都要开始唱歌啊，就可以唱歌，可以。那年轻人不是哦。不是，年轻人很复杂，对，他们已经不是像我们这样很单纯了，可以老人家聚在一起，对，就吃饱饭了，工作了就聊个天这样子。现在年轻人就没有这个诱因哦，没有办法去学唱歌，你会不会很担心啊？妈，当然很担心了。那以后没有人会呢？就没有人啦，没有人了哦。那有在教年轻人吗？现在有的年轻人，到那里找年轻人都。在台东没有年轻人，他们都在 KTV， 对对哈，很难过哈。对，那以后阿玛丽的等爱的老人家的歌，到底要去哪里听呢？所以第二堂课，阿洛再次要请老师再为大家唱第二首歌。这首歌要特别介绍一下，我们刚才已经水郡的工程唱完了之后，接下来做什么工作呢？就是要种稻，要种稻，然后要去除草，要除草长得好。好，所以
水菌做完了之后呢，才开始引水进来之后，开始除草，准备要种稻。所以除草的时候也会有歌曲，对不对？一起第二堂课为我们来演唱的是《除草歌》。夏天你想怎么玩，给你一个地址，一点点的旅费，加上未知的任务，你敢挑战吗？好玩又刺激的暑假作战玩又来喽，跟着我们一起当少年背包客，过个不一样的暑假吧。现在马上到原始网站回答问题，就有机会获得精美好礼，还可以抽台美马公来回机票哦。想知道更多讯息，赶快上原始网站查询。我们刚才已经教了大家两首歌，接下来我们要来分别呢，跟老师来讨论一下技巧的部分。因为呢，复音歌曲呢，在古调当中，其实古调唱歌韵味要够，一定要有一些基本的发音跟它的那个什么技巧，对不对，老师？那它的技巧有哪几种特色呢？那一般的技巧是这样子，就是先领唱。然后会有一个领唱，另外一个就是跟着和，那么他的技巧就是，就刚刚我说的对位的，对位的技巧，就是你要和到他的刚刚好的位置。对，那时而收，时而放，然后时而起伏，那是最难的，对。对。那又有时候要转音，有时候又要转音，又技巧性的，对，又专业所说的那个游移音，
那个在这里我也很难解释，很难解释，所以我们示范。对对对，风阿公，你先讲一下，那个很厉害的唱歌的人是怎么样？是很高音的人，是很会唱歌吗？这个是对，对哦，因为低音哦，不管男女都可以。都可以唱到，但是高音不见得每一个人都会唱。一定是高音是对。所以高音的表现就代表是，但他其实是比较厉害的，很会唱的，就是很会唱高音的哦。对对对。哦，首先呢，我们阿公跟阿嬷要先示范第一个叫做对位的方式，对不对？对。那我们要听他的那个高音。高音。还有他们怎么样转音？对，还有就是阿嬷是怎么样和他的？对，怎么样搭配他的声音？对不对？这个如果没有这个几十年的默契，跟吵过很多次架，其实没有办法有这个默契，对不对？好，我们欣赏一下吴叶芝阿嬷跟风福苗阿公为我们唱这首歌。好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哦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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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声鼓励！哇，哎，老师来讲一下，太难了，这个，这阿嬷是即兴和的吗？这是应该是这个技巧性哈，只是一个平行高八度而已哈。他其实他们夫妻对唱歌有很多首歌，对，那他这里面有一些些微处的一个转音哈。那个吴叶芝妈妈，她其实她的能力非常的强，因为能够唱高音的没几个人。那所以说呢，他们的夫妻歌还是很多首。这只是其中一首。但是我们听到了两个的默契，其实两个是有和弦的感觉，非常非常的非常琴瑟和鸣，这就是传说当中的琴瑟和鸣。没错，我们阿美族的对位和音真的很特别。我们再听一听啊，他们的默契。默契，对对对。再就我们看 Ashes 跟我们伊娜他们唱的歌。好，这个他们两位要表现的东西是有点点像即兴的东西，对不对？他们也可即兴，那但这里还是虚词。待会儿再唱那个比较是创作的。哦，好，我们来听听看阿公。李元信阿公为我们带来的那个示范歌曲。哎呦人，哎呀人，哎呀，哎呀人，哎呀人，哎呀，哎呀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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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咿呢哎呀耶，哎呀，哎耶安，哦哎呀，哎呦哎耶，啊哦哎呀咿呀，哎呀哎呀咿耶，哦哎呀，哇咿哟耶，哦哎呀咿哎呀。哦哎耶安，哦哎呀哎呦哎耶安，哦哎呀咿耶安，哎呀哎呀咿耶，哦哎呀，咿呢哎呀耶，啊哦哎呀，哦哎耶哎，啊哎呀哎呦。哎呀哎呀
很熟厉害，很厉害呢，阿公，很好听哎，就是他们的默契都非常的对，而且每一对夫妻是不是自然会有他们自己延伸出来的一些适合他们的主打歌这样子？没错，对，那他们平常就是夫妻都会互相对唱，有时候就是喝完酒哈，其实就是大家其实小酌，然后大家兴致来，我们这一对夫妻，我们就唱给你们听，然后对方呢，我们比你们更好听，然后他们就会比赛了。你怎么那么美好的一个画面，对不对？阿美族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互相彼此的这个交换，对不对？对。而且就这样的一个情境之下，大家练默契、练感情，这样真的很好听的阿公。接下来我们还要示范的就是全体一起的，对不对？就是我们会有创作歌曲，创作即兴的，就是、即兴的加一些词。对，比如说我们来到这里，或者是说我们今天有个贵客，今天有个贵客来了，他就会把一些词填到里面来。就是你知道张帝其实学我们阿美族即兴歌王有没有？我们早就会了。好，现在这首歌是有点点创作型的歌，对对对。好，我们一起来欣赏。哎呀，哎呀，你大一个人留，哎，农民大大一，大等一人你啊，路过人留。嗨呀，哎呀，嗨呀，哎嗨呀。哎呀，你啊，过人留，大等一人，诺拉人姑娘留。No ni am amari tung. Hey, oh, ay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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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ayya, hani tai pangiha. Tunya tau tnya kamangai iti ni tong si ao. Hey, oh, ayya, ayya, ayya.就是首先呢，就是说我们来到这边，我们将我们美好的音乐能够唱给阿诺听，对，太好了。然后再来呢，就是说我们来到这边，希望我们将我们祖先的智慧和他们的歌来展示给大家，一起欣赏。然后最后呢，就希望呢，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同学们哈，大家一起哈，浸淫在这个美好的音乐里面。对，所以这个填词其实都是有点点即兴的感觉，对不对？没错。怎么那么会？好呢，我们接下来我们刚才听到了水俊的歌曲，对不对？工作的歌。那我们刚才也听到了这个除草歌。那除草完了之后，我们现在要开始种小米了，对不对？小米歌曲也是这样工作的时候发展出来的吗？就是过去我们没有稻米，稻作是日本时代传进来的，对对对。然后我们就是会种小米，那种小米也要梳草，它太密集了，也要梳草歌，所以这一首小米梳草歌也叫除草歌，也叫除草歌。我们一起来教大家听一下这首歌。我们第三堂课教大家的是小米除草歌，一起来欣赏。
愁啊。吹上碧海蓝天，冬天部落风刮进青山绿水，欢乐的部落，我们带您去载歌载舞；打拼的部落，我们带您欣赏勤奋之足。一个让部落的风格打开您眼界的节目，每周五晚上十点，王宏恩的部落风带你放轻松啊！呼呼吼！沙宝，我们是拜乐团。到最后一堂课了，因为我们前面已经示范了很多的歌曲，接下来其实我们要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说现在呢，我们的部落里面呢，其实透过这个文化艺术团老师呢，透过一个楚音的文化艺术团，其实很努力在部落里面耕耘，对不对？老师，你看到现在部落的断层是很严重的吗？现在目前呢，断层蛮严重的，因为现在就是机器代替了人力，那有一些歌就会被就消失，自然的消失，那会让我感觉到蛮忧心的。这么美好的音乐，三五年之后或者十年，我们就没有办法再听到了。尤其是人声是最美的，最自然的声音，对不对？对，老师来跟我们来聊一聊，就是说，其实，在阿公阿嬷他们的平常啊。他们其实是很不吝啬，他们也很不厌其烦的聚在一起，没错，有时候很辛苦要来练唱，对不对？对。那他们可能要花很多时间，他们会愿意为什么这么努力的去做？因为他们也体认到，就是在聚会所里面，年轻的嘎布也渐渐减少了，那么他们觉得这样子都已经慢慢的看不到我们的年轻的孩子。那在部落里面，年轻的孩子只有重要的日子丰年祭才回来，那要传唱这也有点困难，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希望就是说他们这时候有精力的时候，希望大家能够聚在一起，团结就是力量嘛，然后再继续把它传唱下去，继续传唱下去，对不对？我们刚才示范了一些教学之后都是歌的部分，其实呢阿美族的歌声呢，其实常常往往呢，有时候很即兴的，会小小的伴着舞蹈的部分。阿公，我们来请你示范好不好？阿公来，对，李元信阿公吼，我们要请他来示范一个
阿洛来唱的时候，我们一起唱哦。那阿公来即兴跳一下，这样子。嘿呀，我嘿呀，好，一二三四。嘿呀呀呀，嘿呀耶呀，呼哎呀，哎呦，银河呀，啊哇耶，哎呀耶呀。跳才不会生病，是不是真的这样？每天透过唱歌，让他们的身心灵更健康嘛，老师。没错，没错。有时候他们来这边，其实有时候也抒发啊今天的劳碌，然后大家可以一边开玩笑，甚至于他就起来这样比划比划，就蛮开心的。就很开心，对不对？接下来其实我们要花一点点时间，让老人家呢，其实他们今天花了很长的长途的时间。到了台北，然后进来了摄影棚，其实他们内心当中呢，有很多很多的心情，很想抒发。即便呢，他们可能国语使用的不好，但是我们相信呢，他们的这一番话，可以给很远很远，甚至在电视前面的年轻人很多的警醒，也有很多的鼓励，还有很多的祝福跟安慰。我们先请这个阿公，看看有没有什么话要对我们年轻人说，阿公。哎，那啥个代理娘咪，我说俺那亲戚娘，带了给带了，我说俺那娘罗啥，啥个娘个咪代理，啥个咪，都说俺那亲戚娘是搞老师，我还等娘么代理，反正个咪都干忙哎，我还得托人那干忙哎，现在我还得等娘，说个么咪托人姑娘干忙哎，俺呢，啊，这来我还得等，干么干忙哎，干么我咋那天呢好哎。Tengiran ko suar, rurusan ko nuli tengho, kasawaran ko nuli tengho, unikasan hati ni ko suara tamanan ko, wawa aca, hati rata ko suara ko. Hai, ama yo meo semo hua ya jang ne? Hau, mei kwansi, ana, agong. Nati rao, lekura moga apa-apa ngasa suara nhao, kita nang begini tu kemangai, dahi ni bubu ita.Kata ini sekarang ini kelihatan usia saya ini tini maaf waktu kerja si Aru saat ini aku hangun nama kemangai, fufu, kamu orang mau mau mami bagaimana atau siapa-siapa sana ini yang marah tengok dia penenang temanan ufinawan, kamu tu siapa mainan dengan masawat lah si kena kamu minta nuri tengok radio misa amisai.好，谢谢阿公。那另外，我们请那个阿妈来过阿妈。干么多娃娃都不发言好，别人修都跟阿妈阿伟，嘛到阿拉过阿爹问阿妈的等下，阿娃都干咪，阿娃阿娃都跟阿拉爹话好，那恁个都跟阿妈娃娃都不发言，阿咪啥个王都阿爹，啥人王阿都发言那样，阿爹阿叔阿拉哥。好，老师要不要来总结一下他们讲的？就是希望我们的美好的音乐、美好的文化，希望能够继续的延续下去，让我们大家一起来享受这么美好在土地上所有的人生。谢谢。其实，在今天呢，我们的老人家来到这个摄影棚，其实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一刻哈，因为。我们就像刚才阿洛在前面讲的，就是说现在在部落里面会唱
这样子的歌谣，其实大家会觉得唱歌这件事情很简单，但是这个歌的背后其实延伸的其实是阿美族非常大的智慧。那其实也有很多是阿美族这个族群在孕育工作还有历史传承历史很多的口传文化的时候，都是透过歌谣在一代接一代的，跟老人家有很多的叮咛哦，他们还是不断的贯穿一句话，就是希望说我们的歌不要断哦，因为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力气要传给更多的年轻人，希望这个歌声不要在部落里面就是老人家离去而就断掉了。今天的课程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更认识我们这个歌谣的重要，甚至可以听到非常非常好听而且很珍贵的声音，不要让六七十岁老人家把他们带走了，我们希望能够深深的把它留下来。最后呢，我们要来听我们的这个大家所有，因为我们的以离性快到了，对不对？我们的玛丽古拉快到了，所以呢，今天马兰部落的我们的这个法阿公阿妈们要来唱这样子的一首歌。这个歌曲都是在祭典的时候会唱的歌曲吗？就是丰年祭歌。那这两首就是一开始起跳的时候就会唱的两首曲子。对，在这个歌声当中呢，我们要再跟大家说晚安了。希望我们今天的每一个歌声，老人家的每一个脸上的皱纹，每一个小小的声音，都能够扣到你的心弦，甚至让你更多的鼓励。加油，我们希望能够把歌留下来。最后在这边祝大家晚安，八点怎么能够，下次见，我是阿洛。哎呀哎呀好哎呀哎呀2011年7月，一场车祸夺走了刚刚正式上大学、才19岁的屈冠宇。第二天的晚上，其实医生就
宣布要我们签放弃急救同意书，因为孩子这样急救对他来讲是一种折磨，所以我也签了。所以作为父亲，其实最大的压力不是在他死后的善后，而是当我们一次一次签署那个同意书的时候，我觉得要感谢的真的是信仰带给我们的力量。其实人都是软弱的，我们也是软弱的，虽然我们相信到现在我们也相信是天主的计划，但是孩子究竟是年轻，所以我们非常的痛，非常的不舍。可是我们四排堂的教友给我们很大很大的支持，连续十二天晚上在教堂里帮我们孩子祈祷，给我们最大的支持，让我们一路走来还有心里获得一些安定因为在那样的一个过程中那样的信仰支持力量，来自旁人的支持跟分享跟一些陪伴，其实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在屈家最伤痛的时刻，普神父给了屈爸爸一封信，他说我一辈子追寻的就是天永恒的生命，就到天国。那如果孩子真的十九岁到了主那里去，其实我们应该可以释然。后来慢慢其实在很多的这样的历程中，慢慢我们就体会这句话所以我们慢慢就走出这样的悲痛。其实有信仰的人是有福的，不一定是信天主教你信任何宗教都好，因为但是你要真的信，孩子是到另外一个天国的家去，可是他还是跟我们在一起，真的。在不一大是嘛不尊重感恩，是怎么个恩济无非一味。一般零点嘛就啊，等个大概。Ya lalang sama itu bubu ibi, ya nana pabara mau mati.